营养出汤的豆腐茶浓浓滚的沙，拼搞出纯的两个金桥，像他家火茶落叶。一路脚尖，一路一营业，做好推贴平东都潮族出品国家化工厂，欢迎当地无限的观众做些。不过一个工厂，煞可能会遇到年的物价差到浪费时间。昨天桥是视频高头顺的整路火火，北方下电太太一直切实，怎么人看到就当天。主公做本案的，案人后台自身的保存百公人，第一就是经过体统、风采、太岁、龙门、兵马棒、龙门的案人保持基地，第二就是按人们味道工厂、政府的工厂而用来拆，实在案人很不舍。配合铁路国家化工厂，我整修火车路顺畅的地图。工厂都是有通道的整部火房，太快抢两片，推铁用700,000元来整修。不过一两片都好全国的火房做出三个房屋来共谈。啊，你都唔合理啊！外边的外好好，本切一角嘛，啥理由唔得啵？啊，本切都一角，你啦？系啊，拢一角个啊。哪一角个啦？别人讲嘛嘞，别人讲嘛嘞，先来后到啊吼，按人来做一下火房的时间，铁路唔先做哦。别人讲嘞恩养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我们还要掏钱出来，我们自己重建。你要的，我给铁路的给国家工厂吼，为通用到安尼落塘下，所以按人都。一般拢来先配合讲，同样的主工派先下土下来啊，先铲屎也标，啊，等可能啊，连咧罗主堂应用的处理，啊，存重建的问题。怎么见抢这位工厂都会罗主工发烧，啊，工婆排一条用房子保证标的重复度，复方无的对几条来讲就缺无几样的。哎，迄上司毕业。啊，临时毕业体同来反映，啊，说阿爸，唔能如何去创业，反映主公，介些同阿差个些，阿能临时毕业以后，第四毕业来，无何创业，谈下无诶，用个啥？他这个这么小的砖有没有哈？是在台湾现在几乎找不到这个砖，哦，光这个就是最好的。文化街不是说用几亿几千万来可以，那个全部都是，那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。光怎么人讲？一栋三相堂的老火房，第1992年编的起业，经有几百年的历史，火房都会一砖一瓦都有其的重要价值。哎呀嘞，这个东西我爱加出，你加出提啊，爱唔要加出提来，加出提啊，加出提啊。我的价值是这个东西，万一底部一转呢，价值是在那边。我不是要怎么样子，我留给后代子孙的就是这个东西无价之宝。你现在你要买，没有地方买。我哋一看见转呢吼，人家提俾我哋台湾，到我哋那个乡下来分，转呢一看到底。清代的乌心砖，伊个砖咧同砖咧岩咧吼，系飞凤糯米加石飞粉咧。因为佮当时我哋咧冯某奶唔像传到台湾来，冯某奶传到台湾是民国8年嘛，所以你看到今日建筑就知那是百年老屋。除脱历史等级的建筑材料来讲法，公堂后背的花台，还有康定铁窑的风水文化，我哋一般客人咧。塘下吼，后面个是有花坛，做建的话吼，那人都会拜五行、五行、金木水火土。全世界有像我们客家传统建筑、合院建筑，有一个花台呀、啊，花台都要运化胎气啊，那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啊，来补足，贴贴贴火房的子子孙孙，以社会五行嘛。叫香港人试量，香港人客家人有啊。就算政府三相套有其的特殊性，还很避免共同工厂来讲权利。做出三个房屋都给你拆迁，
共产本单也爱滴三日带插贴，不过卡卡做议论压力强贴，不过也唔代表罗富芳做唔差嘅。反正他说他的工程要进行，你们不签。反正他以后钱也是要移到法院去给你们去领的。他这个讲法就是用公权暴力啊。就算三项行拆台的争议根本媒体报道，不过屏东一家市委主管单位实系唔知情欠，请讲要直接派人到现场来看。当然，其他规划都等于讲，伊无机会再拆的吼。嗰阵人我提短的时间啊，人请文化出来，你了解看他到底是伊阿文化加出吼，还是看他伊到底是作为伊的旧的吼，有保存的加出无？当然有保存的加出，可能都。可能都会看到有某个单位哈，有可以哈，都同人家因的货房全部搬过一边。因为共享政策的出现，文化资产保存争议的情形，其实伫绿地天气当只看到，像喺竹田乡议论沙溪，最初半年的金丝田，因为头摆土地重挖，土金丝田挖作十年的土地荒，地主唔愿意开放，做水产业拆脱别脱。人类迄对安尼来个，安尼弯过去个嘛吼，啊已经到弯过安尼去个时节啦吼，古时都变啊，哎呀天来都挖个变石人个地方啊嘿，因为伊变石人个天，应该伊都疏断个啊，变咧外头呾无人要来个时的创业。议论的村民不安息，也因为一撮金丝田，关系到议论的风水老庄头发展。当初计也金丝田要提个时的。做个原因，迄因为讲也都喺个凉麦个地方，吼，我哋议论呢有三个塔，吼，啊三个塔，其中两个塔，金丝田，同讲个八角田，既然吼，都提下个水转环，我哋一龙江海经过水转环个地方，吼，然后镇住也个凉麦，吼。古所村民一见提出复议，希望做整治土下初金丝田西到顺康个公油田，本特价做用。不过，考察到共有土地取得了经费问题，一切无当好的结果。因为啊，人都看到吼，个金丝田已经拆迁拆，比个比啥斜塔还过拆了吼。我再讲，希望厂还可以处理，哎呀，希望商局吼，同阿人嘿，一定介入来主导，可能会过激处理的吼。应该喊政府的力量吼，主动来提讲吼，安尼，过程要过久啊，当然啊，希望讲吼，一定。后代子孙，因为讲，伊个各有各有需要来保存伊个有历史的货房，吼，还是一个金字亭，伊个个古迹文化个，还是讲双方面要有互动以后啊，吼，安尼要过好处理啦。金字亭还八卦型，一般来讲，吼，一般咧金字亭大部分都包盖成六角个，啊，也个如。哦，八卦型的都有的，稍微正邪作用。议论的村民还在等公部门的天数，不过慢慢杀气，扎点唔差的。去年意识到居民的力量，到底清朝乾隆年起的1959年改建的金丝田，土生人的土地抢救出来。哦，庄民，我感觉到讲也一定要按照的历史院的经验先，啊，落地移栽过来。经费说法是没一多的啦，如那三十两万的啦哈，最主要哈，他跟有共同的参与，哈，青岛哈，村民哈，县长哈，所有的乡亲都他用通好了，用办太少的，啊，人办过来。因为古迹啊哈，也系古物啊哈，也系古庙啊哈，甚至讲啊罗八公啊哈，也系像前面眼看到的金丝田啊哈，一路都算一个实体的历史啊。啊，所以因为实体的事实，伊都提讲啊，代表如讲啊，一个造访哈，也系一个存访，也系一个强访的一个文化，一个也社会的见证嘛。某些这些东西的见证，后头就当然了解，总体的历史也系文化，啲家当也有将安阳的情节。虽然做实家当天气，因为虽然当作正发展出黑绿金安好的光景，不过背面嘅都市计划，无注意到老水有关的设施。故说六金村几如何，逐渐看唔出老水嘅关系。很不幸啊，都市计划以后无安尼计划无原件，除非囤起来。啊，囤咧对交通无帮忙，变成一个脏乱堆积啦、瘫痪集中啦、流动瘫痪啦，但反而影响咧都市嘅景观。
不过按照以来天王文化资产渐渐的受到讨论，公部门要是3000万元来回复，将半夜时水准老四三创一条传统日常的生活空间。我要把恢复的合葬的个生活空间的工工厂，体力都一个舍不钱的半夜池，没有钱的广场的景观池啦，哦，同可能无多以前人睇啦，他个三分之一啦，要水准要留啲萝卜钱、萝卜钱，咩要咧水准、水。啊，像叫安尼，安尼客家的文化资产啦，吼，安尼是如有咧人在做啦，吼。啊，我安尼文化资产的东西啊，吼，安当然安尼客家事务处爱同文化处一人一批哈，因为文化处一人人开了了解讲，一个吼，金丝亭的是讲一个佛房，吼，伊也加出可以保存的加出。物个真有保存的加出，也还无任何的资料，做来滴文化生意在乡镇的绿堆。到底要结合七个保存的资产，为了避免误错的政策，要促成拆台高协，要使更加多的钱来赚到专业。不少地方文史工作者、老学者都呼吁，公部门应该积极做全面性的普查。事实的你啊，我相信啊，体育队也过多啦，是讲有得一笔媒体无报道啊。啊，你像我做路、做排水桥，嘛，前十多的问题一定都过多啦，哈。所以我想啊，吼。喺外嘅看法係喺講啊，一個我喺保存，我以前做一啲認天嘅一個動作啦，係嘛？一個唔明人即刻講嘅嘢。政府部門讓我嚟透過學術單位，我都地方文史工作者啊，請全面性嘅嚟做一啲調查，對於文化資產呢，加出的東西啊，古籍、歷史建築、民俗，我都古套嘅文書，我傳統嘅藝術。我好拿来做记录。哦，阿姆哥，你们叫人客家事务处成立了几啊？他的百年旧年哦，哎，外贸安尼人啊，吼，啊，加啲经费来处理啊部分。嗰个，当然安尼，他个议员的建议，安尼加讲改行安尼，如果来抢中央啊，嘅学费费，哦，来同人补助，啊，可能慢慢的来做完嘿。电工部门的调查，甚至叫文化资产法。整拆历史建筑对整幅货房来讲，总共是负唔差的。故所有人就期望应该套整幅货房晒到配备了重建。就同个三圣堂哦，也太要拆了，也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你现在再讲去申请那个的维持遗产啊，啊，我哋只有退一步讲，而个行的鸦片买唔到的啊，啊拆下来，甚至奶土砖呢恢复拿来再。我不讲了，因为终究也罗总统弄安尼的伊也咨询那个改深度的种改好经验啦。但是安尼改不是，沙地工业的被拆开啦。迄咩上班安尼啊，罗总统根本一般文化园区可能有需要嘛吼。安尼平潭县政府因为文物馆啦吼，因为安尼经费也唔拉白啊，文物馆的起点。又無法都講，嗬一個貨房，嗬辦過一個片嘅設備，嗰時候硬係來協調文化園區嚇，嗬可能一定嘅要提點。不過一有業要無同樣嘅看法，因為一條創業嘅資產係喺應該年期保留，離開嘅本地嘅味素，就冇睇嚟嘅歷史關係同文化背景。公部門愛做嘅係協助地方居民來保存、保留，冇做係教育嘅工作。你要么按延期啊，吼，安尼是变成收容所一样，很奇怪呢。啊，延期也功能没得做呢。啊，实际上啊，绿地文化延期也个功能没得做一个保存的工作啦。绿地文化延期可以帮俺们做嘛工作呢？对吗？俺要买古迹，俺希望伊来调查过后同俺印安尼古迹的简介啊。啊，个呢将特也落笔来同俺做一个介绍牌。啊，那同安尼像伊二六零年，伫做咧物个呢，皮粉也得介绍也，有人来要介绍。一栋老建筑，讲定一摊历史企业，早期的共同政策，无天窗无主业，文化资产的重要性，本依栋老建筑被拆脱，也喺漳州标记房。一下他家工业天天的改变呢，一开始想要用各种包括立法一条方式来报复，不过起个无真建议做到，后废了拖沓，可能系喺当日片面咧。